这边是一个篮球场啊，这就是华沙大学。刚才啊，我在那个麦克当娜的那吃饭啊，那里面挺好，装修的非常好啊，然后那个还有电脑可以用，但是我在吃饭的时候把我的那个密码给扔了，就是他那个 receipt 就是那个收据啊，上面有一个密码，那个密码的话呢是用来开厕所的，然后我没办法，我就是去找那个前台给我写了个密码，要不话厕所都去不上啊。这篮球场怎么没框啊，只有板啊。哎呀，这面的环境真是好。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看那个匈牙利和波兰都是社会主义国家，为什么匈牙利的楼那么破，到处都是破糟糟的楼，就是那个表面呢从来没被修过啊。但是你看这个波兰呢就完全不一样，你看人家这个楼啊都很干净，俨然就是奥地利嘛。哎，又见102，这车应该是带我回家的车啊，这车带我回家的车。它在哪儿停呢？车站在哪儿呢？不太清楚它车站在哪儿，但这个车能带我回家啊。这有一些人在这晒太阳，我先往前走走看啊。这面的是美景，是到处都有。